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空葡萄园，我是葡萄。今天我们要来开始一个全新的系列了，然后这款游戏叫做《暗黑破坏神二》，它是第二代的《暗黑破坏神》，然后它有一个就是资料片《毁灭之王》，我就是也有装个资料片了。然后相信那个这款游戏嘛，因为它是2000年出的游戏，所以也是应该也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。那我在这个连载这个系列之前，我已经先把账号给创好了，然后我的那个伺服器在美西，那我们就先登进去吧。然后我的账号啊，有的没的，其实我账号就跟我人物名称一样。然后我已经有先办好一个角色，我玩的角色是那个死灵法师，就是这个死灵法师。那我们就先进去哦。哎呀，而且我觉得他 BGM 有点大声哎。好，我们先进去。那我们先开创一个游戏哦。看一下，随便串好，随便串，然后密码也是。那我们串进游戏，先进去哦。哦，我觉得他一开始 BGM 超级大声的。OK。Good day。Good day。那我选项，声音选项，小声一点，音乐也是。OK。OK， 前一选项，回到游戏，不要按到那个离开游戏。那我们一开始，对，这是我的角色。那我们一开始，其实不用看，不用跟他讲话。我们基本上这个游戏就很简单。那我们就一开始的时候 ，Let's go, Let's go, Go movie, Yes. OK. All who oppose me, beware. All who oppose me, my way. OK, Let's go, Let's go. 有怪有怪，打不到，好 ，OK， 哦，打我 ，OK， 完了，那个攻击他们，玩到 R 吗？玩到那个，玩到我失误吧，那我们攻击攻击攻击。好多法力药水哦！我记得我以前打也没那么多法力药水。攻击攻击！玩到怪怪的！这边有一头牛想不到居然会有牛，没有东西。I need a key. I need a key. 哦，先来那个练经验，练经验，然后来看一下这副。这有人那个，还有体力药剂，好。我把它这拿起来啊，这样我就可以那个召唤两只了。Oh my god！ 那我们攻击攻击，Game is blood. 等一下 ，Oh my god! Hurts, hurts, hurts. 奇怪，我调一下选项，设定控制。我的滑鼠灵敏度好高哦。好吧。攻击，攻击，攻击。好 ，OK。然后我们点一下技能。我进人嘛，我点一下看，我点，因为我要玩我死那个我死影法死影法师，我死影法师我要玩那个召唤型的，对，召唤型的骷髅，我现在可以召唤三只，好 ，OK， 来吧 ，Yes， 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先点体力好了，点体力力量后面再点，因为。这款游戏它需要靠力量来穿那个装备，你力量不够的话，它有时候装备穿不起来。Oh my god, hurt, it hurts. Oh my god, OK. 我的，no, 我的骷髅兵死掉了。对，因为刚刚我吃了一个那个技能加强的。结果那技能加强就那个已经没了 ，Oh my god！ 我给你个三等再进去啊！一开始任务叫我先去清那个一个洞穴里面的怪。
而且我的那个账号嘛，我的账号名称就是我的那个啊，就是我的那个频道天空葡萄园的英文名字。对，我们这样子比较方便一点，对啊，这样比较方便一点。哦，痛痛痛！哎，我怎么一直受伤啊？练经验。哦，萌萌萌！阿尔大是什么？哦啊！阿拉基就 back 啊！Oh my god！哎，他们会说原住民话哎。OK，Yes，OK，我们，sweet，OK，体力点体力，OK，那我们看一下，哎，存一只酷哦，好。哇啊，Yes，OK，Let's move， 那洞穴。看一下我的技能，哎，新技能，等一下再看好了，先进去 ，OK，Go，、OK, 邪恶洞窟任务，反正就是杀死。I sense death within this place. I sense death. 哦，经验太好了，吃到经验了。哦，哎 ，Oh my god。No! Okay. Let's go! Oh! Hey! You! What? Hey! You! You! 还在那边复活？哦！拜托，很痛哎！拜托，想当年都是那已经经过身经百战的，应该算是吧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哎、欸，哦，我没提耶，是死掉罗格啊，有，能穿先穿。我们看一下附近，哎、欸，打死你！哎、欸，这为什么还在复活？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吗？为什么还在复活？你搞错啊！你在复活什么？哎、欸，体力药剂好。攻击！伙伴们，攻击。然后，哎、欸，我看一下我的，哎、欸，我看一下我按，哎、欸，对我有点忘记他的超那个超过是怎么用的。OK， 趁他经验调，那经验加倍还没结束之前，赶快把那只地方给清一清。哦，大型护身符哎，前面一开始就收到这个，好，来看一下。加上力量，好，随便，可以用就好。Go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哎，这边有没有怪？没有怪，好 ，OK。Let's go，Let's go。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，哎，体力药剂还有。别，白色装备我才不要哎。OK， 来吧，伙伴们，攻击！攻击！伙伴们攻击！这里！哎、欸，哪边还有那个？这死掉的罗格就是那个死掉的士兵啊！哎、欸，四代好，捡！哎、欸，哪边还有那个怪？来！这里！哦！哎、欸，这个，猴戏！哪边？还有这个，啊！我要跟着我那个枯儿手下一起战斗，这样才是那个所谓的好主人。哎、欸，这边还有怪，好。哎、欸，我升等了，好，看一下，点一下我画麦，我出这，哎、欸，一样点这个哦，把这点满。
我就是单纯要玩那个召唤弦，因为其实召唤弦的死因法是一开始比较好练，我个人觉得、啊。哎、欸，然后应该也快看到完了吧？哦，完出现。哦哦，有可以，有赢了，是完被我们打死了。哎、欸，快死！结果一开始这只网没有给我掉装备，那只网叫尸体发火。哎、欸，结果一开始居然没掉装备给我，真是气死人了。就是这只蓝色网啊，尸体发火。哎、欸，那我们看一下这里，那多个无机物，还有三只怪还没有被清掉，哪三只怪？我们看一下。哎、欸，提药剂吃一吃。还有阿姨，我们看一下。嗯，没有。看一下这附近，来。嗯？啊，都没有怪？啊，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郑阿姨。What the？ 居然没有怪？哎、欸，奇怪。应该在这附近啊，怎么会没有哎、欸？咦？怎么会？为什么都没怪？好奇怪哦，应该会有啊。还是说在哪里？看一下。嗯？会了。哎、欸，会不会在这里啊？啊，在这里啊。OK， 有没有？哦，重新光明，好，回去跟那个，我们看一下，哎、欸，任务记录，回去找阿卡要领赏。哎 ，Greetings, I am a cop. OK， you have cleansed the den of evil. 拿到跟那阿卡那个讲完话之后，我就可以拿到一个生命那个技能点了，点下去就对了。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个等级，我就可以拿到那个，就可以用那个召唤狮子骷髅。我们看一下。Welcome out. My rogue scouts have just OK， 又接新的任务，我们要去一个简单来说去那个冰冷之源的埋骨之所，然后杀死一只邪鸟。OK，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附近要怎么走嗯，还有怪。这怪已经打不过我了。哪里？看一下。哎、欸、，OK，Let's、okay, go。早知道刚刚应该先去那个，先去记录传点。哎、欸，这边有那个加进人的，好。可以的话给我加那个加跑速的，四只骷髅，好，睡哦，萌。哦，痛！还有哪边？哦，看到路了。哎、欸，我走路好，大家没有看到我走的样子，好鸡逼哦。Let's go、欸。哎 ，flower。哎，打。我们看一下这附近，哎、欸，哦，这边有那个隐藏的置物箱，才一点钱而已。Beware！ 你好 ，Beware！ Beware！ 哎、欸，哪边？哦，他传点记录点在前面，好来。OK， 记录点了，好 ，OK， 来，哪边可以让我看？哎、欸，没有东西。其实他有些房子里面有时候我会收到一些很好的东西。哎、欸，等一下走歪了。哎、欸，我扩兵，不要伤害我扩兵。喂、欸，哎、欸，等一下这猛爆性药剂不是猛爆性干眼哦，不要误会。哦，好痛好痛好痛！哇哦 ，it's her。哦，痛！
哦，耶耶耶，赢了赢了！哎，法杖是什么法杖？我看一下，还在复活，还在复活。哟，这姐还在复活。这法师会把那个死掉那个柔柔给人家复活，就是你还在那边。OK， 根本菜，哼，应该是死因法师最好练了，我是个人这么觉得，因为他只要召唤骷髅兵就可以很轻松了啊。我们好，我们要去哪边？走这边，走这边，我看一下。哎，又没体力了。哎 ，Go Go Go！ 哎，又有那个，打死他，打死他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这鬼暗冥蒙，我是安那看、啊？哈哈，鬼用暗冥蒙。加油加油！下一个等级，我骷髅兵就可以召唤四只了，到时候他们就玩。哦，啊我的，啊我其他骷髅兵去哪里了？哎、欸，哦，有没有？骷髅兵无敌。哎、欸，哪边哪边？我看一下。他们看我们要去买骨之锁，所以那个我们要去买骨之锁，所以我们那个地方我得找一下。哎呀，哪里哪里哪里？哎，又有个洞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不行不行，等一下我晚点再去好了。哎、欸，应该一神殿。我想先解恩无形，对吧、啊？改天再过去好了。哎、欸，不是改天再过去，我下次再开重新开一个房间，重新开一张地图的话，我那个就不一样了。哎呀，不是，等等，先去玩买只骨之锁再去。哎、欸，我应该到了吧？哎、欸，不是这里哦。好，走错了，那应该是在前面那边。哎、欸，是前面那边吧？感觉是哎、欸，对、啊，因为暗黑破坏神。他你要那个以地图要熟悉嘛，你就要自己去找，对啊，所以是哎、欸、买骨之地好来了，